位介绍是 Chrissy Anger， 哎，三位年轻的朋友，哎呦呦，这个我们要请董志成来帮忙，哎，小董先，董先生来帮帮忙，好吧？我们这样抓一个，他们三位的默契，哎，嗯。那我跟他们有什么默契呢？啊，你就要挡到那个两个之间的中间，让他们不要写的时候不能偷看。这样子好了，你代表一，你代表二，你代表三，只要写一二三就代表，好不好？好，来第一个问题就是说，你们三个人中谁的舞跳的最烂啊？谁的舞跳的最烂？最烂，你把名字写上去啊，不能偷看啊。好，哎，答案要公布啦啊。好，我们这边没有二号，二号还自己写自己哦，小屁的。啊哦，小佩的舞跳最烂，那你为什么答错呢？啊，你为什么默契那么差呢？还是你不觉得他跳得很好啊？哦，要表示你也我对他有信心，觉得他有进步啊？啊，我是觉得他有进步，有进步写二号。哎呀，你要知道，我们这个答错的话，旁边男士要被夹了，男士要受处罚，啊，要受处罚的，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，怎么处罚呢？你看上面不是有夹子吗？啊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哦，对对对，你答错就要夹，你看看，夹哪？啊，你答错吗？我没有答错，答错是答错是你答错了，对不起。我们说夹女生不好意思，刚刚夹男生是你不能答错，你要有就要写有，对呀，你怎么想写没有呢？你想夹到哪里？第一题要示范题好了，没有，第一题就要开始，这样才知道这个好坏，夹对错，不能夹麦，人家身上的器官呢，你希望他夹哪里？头发会痛啊，头发会掉啊，鼻子啊，鼻子啊，鼻子，鼻子会不会流鼻血啊？哦，好帅啊！等一下，你来拉好不好？麻烦你，我可以改地方吗？请你用力拉，好吧？反正这种卑微的事还是我来就好。啊，这样子啊？不是，那怎么好意思？这是我们自己的事情呢。你太大啊，不能答错了。好，这个默契只要错就要假了。哦，这样子啊？三个不同，三个就要假了。有差的地方，麻烦你争气一点，好吧？哦，谁的歌唱得最好？最好，最好，谁的歌唱最好？快写。OK， 好，都好了，好了，哎，啊，好，来写了，写好了。好，一二三。啊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你们呢？我们，你们两个作弊，你们两个作弊，哪有作弊啊？作弊！哎，同学，同学，你们两个作弊了，我骗你。他看他答案，然后写一二三。作弊要抓到才算作弊。那我是执法公正，结果什么执法公正？人家写一二三都唱的在作弊，人家都唱得很好，所以待会换位坐在中间。好，可以啊，可以，现在先夹嘴唇。怎么夹嘴唇？眼睛是一二三嘛，你三。一个就好了，一个。好，嘴巴住住。好，这怎么会痛呢？哈哈哈哈哈！华哥，对不起。就是，来来，你在中间作弊，你怎么作弊？来，啊，那你先，你先，我跟他是不是？对，过来过来，你啊，带过去。不要不要，还是这样子吧，这样子。远一点，远一点的，还有第三题。谁最有男人缘？最有男人缘是吧？不能给他看了。好，来，好开，来来来，开讲了，开讲。这边是什么？我们整到他了吧？哎，一二三，哎呀，太好了，二三，二三，你还用完了？你看看这边，你看二三。好，你说，我跟你讲，麻将不是打的好，是位置很重要。如果二三的话，夹鼻子不夹嘴，嘴巴要夹两次啊！我看夹是一二三哦。哦，那要夹眼皮，眼皮，眼皮怎么夹？眼皮，你闭着眼睛。我一个地方皮比较长的，赖皮啊，皮啊。好，不要夹鼻子好了。那你我来，我看我戏份，看我戏份。你拉的不会有感觉，因为拉这种东西要有技巧。哇！来来来，最后一题，最后一题。我们这样会作弊不行啊！我跟你讲，我们要远一点好了，好吧？啊，三个都远一点。我们在女警这边安，就。谁录影经常迟到？你三个谁先迟到？录影经常迟到。经常迟到，哎。嗯哼哼哼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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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好。好，好来来，你们好了没有？来公布公布，来你们先打公布。好，不能先公布，你好，打开，不能改啊。第好，没有，我们不会改的啊。三号，你呢？一二三。我明明看到他跟他比，刚才反。
凡哥比就算，他跟他比这个一二，他怎么算呢？一二加起来三嘛，你怎么那么笨呢？来来来来来，嘴巴，嘴巴翘起来。哦、你嘴还蛮翘的，因为拉这种东西我教各位要往下拉，往下拉的那个。好了好了，不要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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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没有玩，没有夹到他。刚刚本来串通好要夹他，他什么都不玩呢、啊？我不知道是。你也没有问题的、啊，没得好玩的。这个问题就没有问题的啦。没有了，该换位置啊。哎，对对对，我们应该夹，我们应该夹他的。不要。好了好了，整不到他的了，后面他太厉害了。我们介绍这两位，这个杜文还有我们董志成啊，我们考考他们默契的，来来来，我们唱口对口的啊，已经唱完了，口对过去的哎，贵节目有这么多单元，单元我都不知道。开玩笑，做节目如果单元少的话怎么做呢？对不对？你要吸收前辈的知识，怎么没有看钻石舞台呢？太差劲了吧？是太忙了嘛，这都是没有事做的无聊的。今天是所以进步，完全是因为看钻石舞台这进步。是是是是，两位呢？我们今天考考两位的默契。默契啊！对对，当一个主持人就必须这样互相的了解。如果成功的话就可以打和，不成功的话我看你下次再。那小董，如果我跟你没默契，那你不要怪我。你不要害我少卖200万张啊！啊，200万，不要脸！这个节目这么多人看，多打一次歌，那个效果不对的。先站上去啊！啊，站上去啊！会不会太大张？先折。没有没有，答错的话我们折一半，答错折一半，一直折。哦，那我们两个站上去了啊！问杜文好了，小董睡觉的姿势。哇，又没睡过，怎么知道呢？猜测嘛，猜测嘛。猜啊！嗯，大字型吧。大字型吗？对不对？我都是侧睡的，侧睡。可是我这才侧睡啊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那就不对了，那就我赶快，你赶快折，这我要积极一点。这我们怎么会晓得嘛？晓得这才快，才怪。好在我还蛮瘦的。谢谢瓜哥啊。好，杜文的血型是小董。杜文的血型不要乱讲，你晓得。O 型的。O 型吗？对，没错。O 型。这个不能打，知道 O 型，因为我也是 O 型，他也是 O 型，所以我们有时候。彼此在聊天的时候啊，会在聊这个O型的个性。现在很流行知道说对方呢是血型啊星座嘛，所以这很。我们还聊到说两个O型如果结婚的话，生出来小孩的话呢，他可能是 A 型的，啊，那他不可能是什么 B 型的，要不然的话这可能是跟人家生的。我已经讨论到这种讨论到这种这样子啊，哇，真是太好了。那就不用再折了啊，要来要再问。小董的农历生日是几月几号？农历。他生日几号？生日好了，算了，我来折了。连他自己都不知道。来，站好。杜文洗澡先洗哪里呢？我想一下啊，我回忆一下上一次。不要换乱想啦。我回忆上一次。没有，我据我若讲这个个高的呢，大概是先洗这个哪里？胸部吧。差不多。胸部以上就是哪边？这里啊。胸部长这里，我看是慢慢洗嘛，我手比较大。你猜他是手洗？好了好了，折过去，折过去了，折过去。又错了是不是？洗肩膀啦，肩膀，肩膀。最讨厌洗胸部了，对呀，看到自卑还洗。哎，好，一人一只脚啦，太惨了。那另外一只脚勾起来，可是脚很大，完蛋了。好，小董最喜欢的女孩是哪类型？那种乖乖的、甜甜的，然后很听话的啊。哎，是不是那边养狗了嘛？就是很文静的，对对对，不是属于那种性感的、清秀的、清秀的啊，清秀的，喜欢性感的吗？不是，不喜欢，我个性比较是算打的，个性比较内向，看到母狗都会脸红的，你看母猪还会很先脸红了。杜文最爱的食物是什么？杜文最爱的宠物，杜文最爱的宠物是狗。是什么？对不对？不会是男人吧？是什么？猫咪啊！我的喵喵啊！喵喵！最近出新唱片。对对对！啊，我很愉快，我很难悲哀。哦，我很愉快，我很难悲哀。哎呦，那听听看好不好听呢？今天是不是带这首歌？今天就带这首歌曲啊，也主打歌嘛，也不能带别首歌了。哦，好，专心打好了，看能不能卖200万张哈。啊，是是。希望这个以前没有买胡瓜的人都来买我的。来来来，听听董志成这首歌曲的。好，谢谢谢谢。我没有钱，可也没有什么。
岁都也谈过几次恋爱，无聊日子你手脚不知往哪里摆，哦，哪里痛快我往哪里栽。朋友开车我开好多摆，交通黑暗是他们没我跑得快，我老是觉得买房子实在太奇怪，不像我飘来飘去的生活多精彩。茫茫两台好像只有我过得悠哉，大牌小牌前门过后门根本不想弄明白，虽然我没有地位但我拥有愉快，奇怪我像个小孩我很难被爱，